诺基亚 X6 发布会直播地址，诺基亚 X6 发布会直播在线看。相信很多小伙伴对诺基亚 X6 的发布会都十分期待吧，但是千万不要错过了直播。据悉，这款诺基亚 X6 当然其设计不能简单的遵循很久之前的诺基亚 X6，而是在诺基亚 G Plus 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采用窄边框全面屏，而且下巴进一步收窄。此前在国家 3C 认证网站上出现了 HMD 的新机，被认为是诺基亚 X6， 型号包括 TA-1099 和 TA-1109， 支持中国移动的 TD-LTE 网络，还有一些充电信息。诺基亚 X6 并不是旗舰机，而是一款终端手机。爆料称，诺基亚 X6 所搭载的 5.8 英寸 19:9 屏幕，配备了骁龙636加 6GB 内存，还有联发科 P60 和 4GB 内存版本。后背板采用玻璃材质，配置竖排双摄，两款机型都搭载 Android 8.0 系统，售价分别为1800和1600元。